音乐一下，马上随律动起舞。王彩华和女儿婷婷日前出席癌症基金会活动，现场在翻跳 aespa 神曲《Drama》。而聊到近期去他们演唱会时，王彩华被 cue 上大荧幕跳 Supernova， 婷婷也赞赏了妈妈的表现。蛮多人都有开始跳了嘛，然后后面我就觉得他感觉有可能会被 Q， 然后一拍到他的时候我就傻眼，我想说还真的。当时呢被 Q 到的时候，我有一点点惊吓到，但是非常的开心。那我觉得现场的气氛很好，因为前面已经几个被 Q 到了嘛，我们也跟着很嗨这样子，然后突然间 Q 到我，哇，奇怪呢，然后我就开始跟着他们跳。那我觉得还蛮好笑的啦，有做到那个效果，好玩。你自己给他打几分？应该是有到八九十啦。哇！而且他现在的发色也是在学 Karina 的黑发。对。是故意染的吗？对，他故意染的。这个层次剪是也是学 Karina。因为我们在华视的除夕夜 ，VR 我们的除夕夜，婷婷就跳那个抓马抓马抓抓抓抓马，有吗？好吧。然后我跟他一起共舞这样子，所以呢，我对他们就印象非常的深刻。而且每一次呢，早上起来我都会听他们的歌，因为听他们的歌就很有活力，然后就很有动力这样。好，然后我就觉得很荣幸可以跟他们一起参与这个演唱会，是可以带给很多人呢是充满能量的。没有，就是看了 aespa 的演唱会之后，有没有什么启发？之后有没有想要走这个女团风格？我走女团，那我应该是找宝妈或者找我找我两个女儿一起哈，母鸡带小鸡，或者是有兴趣的。演艺圈的一些姐妹们，如果想要跟我成团的，也可以报名。